会紧张吗？蛮紧张的。会啊。有。是啊。最近你灯泡。对啊，同一个袋子里面。这都会被我拍进来的。你看，这是多体贴的小动作啊！先弯进去这个身体，放进去。连一件都穿不上去，真的。所以你有瘦下来？有，我瘦，瘦几公斤？中午回家反而吃便当，这太瘦，干哦。有人手机在响，你脚有点，左脚踩向床外一点，哎，对，三级步有点概念，对对对，帮我直接交换一下，好一下，哎，中间手牵手就好，手牵手去感觉那个。他每次都这样，害我以为我都做错了。他那个手哈，我们拿上来一点，往上抓。这边。对对对，没有坐那个位置，你放心就是。放轻松。好，给两，再一次啊，保持三二，好。保持哦，放轻松。好。老公休息，新娘拍照。把你的观众席坐一下。好，我一样挖一下，等一下，合对点低一点点。OK， 那我镜头。新郎进场，觉得很快又很迷失，他还是很重要的。我跟你说哈，坐这里，这次我们再一次哦。我所以你要靠近有没有？对对对，胸膛靠一下这样子。好，三二，我在睡觉这样子哦。舒服吗？嗯，躺在那边舒服吗？嗯，我想说睡一下。到了跟你说。真的好舒服哦，这应该是我目前为止最舒服的状态。好了，三分，好。真。回头看我一下，一二三，放，再回来一点，在这里，看我镜头就知道了。我们再一次哦。哎，对，要轻一点，不要勒人家。好，可以，你首先我这样搭上来，右手上来搭着。好，可以来换一下，新娘的右手上来碰碰她的手表，这样，哎，这样子，这样，就这样，来看我镜头，这样丢起来，两只手一起丢，这样子，对，你丢一次，还有风，好，好，来，一二三，放，好了，一二三，放。慢慢来，两块钱不用跑了。看着鞋子那边，看底。好，来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好，回这里。哇，拽拽的。看到那个学生，新郎进场。你站这边好了，这边这个位置。三二一，看我镜头，可以当镜头。等一下哦，两三，好。
这都是风口。对啊。对啊。风都关进来。会不会以后完工也是这样子？一起看我镜头一次啊！好，我们站靠近一点点。好，停，这样子哦。站着靠这边，130。好 ，OK， 来看着对方的眼睛，都要带感情的哦，来笑开心。Hello， 哎，对，那来三二。好，来我们转向老公一，尽量回头看我一张。好，老公你亲他脸颊就好了。这样啊，好，老公转身了，老公。来，我们对看一张，眨眼睛，我们再一次。哦，眼睛眨眨了，再一次。对，好，来，我跟你讲哈，你的下巴好放到他的肩膀上。看你老公不是他的肩膀啊，你下巴放你肩膀。vlog 吧，我们现在没有 vlog 啊。哎、欸，我们面对面啊，面对面手牵手，手牵手，手牵手，绅士的感觉。对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啊，弯靠近他。哎、欸，不是看古董啊，我们放点感情啊。会不会？两只手的，两只手这样子。捧的，用捧的。有点把它对捧起来亲，有没有？对，变老一点，要扶的。对对对。准备啊，准备啊！好了，一二三七。好，再给我一次。好，来走。好，看对方。看镜头。好，抱起来。抱抱抱抱抱。旋转。哇，好，好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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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继续牵手。走走走走走。继续走，好，抱起来，看对方。旋转。幸福的感觉，老公头颅好放下来，好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好，亲下去，亲亲亲亲亲亲亲 ，OK。老公，你抱人家一下，你下来三，对对对，这样子，来，又站下哦，站下来三，好，嘟嘴 kiss 一张给我好吗？嘟嘴的，对，很好，这样子来三，非常的好，来，老公转身，你背向你老婆。好，你来看我一张，花儿拿正正的，先好，花儿拿正正，对，这样子，两只手拿，你看我这边，咯叽咯叽，笑开怀，哎，这样子很好，来不动来，很好，我的 ，OK， 哎，这样没有看我，再一次，来看我这边再一张，我们今天是幼幼观众，你要不要穿那个三太子的肚兜？不要，我怕我会爆红了，不要了，然后咬一根糖果。我要开始去翻译他讲的。你不能讲，翻译者用写的。这样子你都不用讲话，你不用带气氛，只要看着你就好了。那翻译就好了，这样这个负责。你说哎，我就帮你翻成中文。好 ，OK。你要拿这个银子在那边动动。等一下，再录一下了。我们在帮你收集。我有包，我还有护身符，哎，好想演给你看。这样子啊。两只手，两只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边录下来了，真的，要拿那个毛笔，要写字，你要翻译啊！我帮你抹抹的，他们说你要很认真在隔壁翻译，好不好？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坐哪？这个是 B 号码，好开哦！这个是要 B 号码，今天开二，哎，这样怎么了？我算浪漫的。好 ，OK， 就这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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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三字经吗？三个字，三个字啊！浪漫的。看我这边，看我这边，看我镜头的，笑开心。好，再一张，看我这边。Hello， 对面的朋友。好 ，OK， 来，两位站起来啊。朋友吗？你不要乱讲。叫吧。老公走到另一边好了，不好意思，更改。尽量回头看我一张，哎，不要聊天了，看我镜头。好，给了。好，老公转正面给我，老公转正面。第十一张给我好吗？这样子。好，老公转正面给我，老公转正面给我。好，你来。是闷闷的。对。然后一直笑，一直玩，一直笑。Okay, 对啊。镜头对上，没关系。好，老公你转过去看他好吗？对。老公不可以贼贼的，我们太那个。哦，没关系的。抖一抖。那我们抱老公，头抖到他的胸膛上，胸膛，哎，就这样子，哎，轻轻的。好，来，新娘看我这边。好，可以，老公下巴推一下，不要挤到双下巴。OK。高高的一下，右手，像拿麦的概念，好，哎，这样子。一点点哦，好，看我这边，看我这边背在哪里，下唱半，下出牙齿。OK， 可以，哎，再一次。好，检查一下哈。是的，好。好，我们等一下那个要笑出牙齿的哈，要灿烂的哈。
眼睛闭闭的，对，那好，就这样子好了，哈哈。好耶、OK。好，我们稍微玩弄老公一下好吗？玩弄他一下。哎，对对。口味这么重的，不要吧？这在婚纱照里不太好吧？好，看我再一张，好，看来三，好 ，OK， 我检查一下哈。换衣服 ，OK、好了，今天最吵的一套结束了。等一下全部安静。你觉得等一下不会超越？不会不会，白纱我都很气质。哎、这样子哦、好了，我们看你老婆转过去，看她。对看对看对 看，我在上面。对，这样子哈 ，Hello， 邻居邻居。OK， 就这样子哈，好。这样子哦，好 ，OK， 尽量的。哎、对，好。OK，OK， 来三。慢来边，哎，看过去就好，好，可以站不到，然后看着他就好。我们再一次哦，好了，我们再一次哦，对，这样子哦，来，三，好，老公帮我深情一吻好吗？深情一吻，好，可以来，咚，帮你拿，小心哦。玩这个吗？有，我们都很玩低俗。我们跟朋友都会玩这个啊，很低俗的、就只要椅子拿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蛮低俗的。这还是这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玩高级游戏。再多一点，好，还不动，好，可以。花再低一点点，好，可以。看我一下哈，好吧，这边歪，看花儿。不好意思啊，再给我一张。好，低到什么？这样子，看我。放开一点。嗯。好，你看过去我灯的方向就好。你要高一点。回头看我一下。脚尖放掉。好嘞，朋友都是非洲哈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放松了，可以放松了。很不想放。还没有，还没有，别走出来。我们好，哎、还有一个我的左眼那边有没有？不要看那个没有营养的东西。好嘞，上路。哈哈哈哈哈。OK。准备要来，一二三，放好，可以的。对看一张给我好吗？对看一张，好看着对方的眼睛。好，第四，对，很好，来不动了，先准备哦。你要需要帮我丢一下哈。好，好，可以来这一张哦。好，来一二三，哎，不错，你先看自己的手就好了，看自己的手就好。对，一张来笑容的，来三二，好，两只手拿花的就好，两只手拿花。好，可以来看我镜头的哈，看我这边，好，偏一点点，停，这样子哦。好，来看到老公的鞋子就好。对，这样子好，来笑开。好嘞，老公，拜拜。好，准备啊！一二三，放。这样没关系，放松就好。好。你的右手看。好，爬楼梯，起来喽。哎，不要变拜拜。好，给老公转正面给我一点点。我是从女神的概念哦。这样子，转右边一些，轻轻转。看那老公上面就好了，拳头。好哦。OK， 来开动喽。好，来，这边是回头看我一张，看我这边，左眼像导向花的感觉，一点点，哎，这样子，接老公长。好，来看我一下啊，你转向我一些。紧一点，很强，出来一点。帽子把它拆开。红肚兜，然后直接去拍照。就真的带椅子来，我跟你说，啊、那张你送我了，那张。小米，我可以帮你搬桌子。好，可以来，往后靠你老婆，靠她。午后时光，好的，来，新娘的手不要再掐自己哦，哎，放松了这样，看出去就好。午后时光，哎，这样子，来保持笑开心，哈哈，身上有钱哦。老公苦情啊。好，来一起，啊，站着而已啊、哦，好，停，就这样子、哦。好，来，新娘的脚放。好，老公加油，加油。
好，来老公，拜拜。看我一张，看我这边的就好。对，那这样子，挺胸一点点啦。好，头。嗯 okay. 看上风比较开心，好，这一张给我，还有一次哦，不动哦，不动，莫听痛哦，莫听痛啊，来，一二，好丢 ，OK， 谢谢，放下来，辛苦了，有吗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哎、欸，借你看一下，然后提一下，睡觉，有松鼠哎、欸，不是猴子、欸，真的啊，你看好远哦，真的很渣，没关系，像我这样一脚顶一下，这样，左脚后面假装的口袋这样，哎、欸，对，这样子 ，OK， 看我这边的下巴高的，拽拽看我这。来，一起看我镜头再一张，一起看我这边，对，这样子。然后来，一起回头看我一张，看我这边的镜头。OK， 看我再一张。那旁边这样子。好，看我这样，看，啊，看，你看我这边，我回来，我回正，回正，哎，这样子，你看我这样。我休息。我先扶一下。站不起来，帮你吗？好，还有一张哈、哦，我要拿正的，因为休息一下，让我来一点。好，这里。身体往。来，吃下去，对。好 ，OK。新娘儿不动啊、哦，老公看我的灯再一张，啊，可以这样子的，皱眉头。不会不会，还有下巴高，收一下。收。收收，后面三指收，对。哎、欸、，OK， 你这样子，先等小心那个手一点，这样子小交错放低的就好。先帮我打一张逆。OK， 收工。用力。好了吗？想好了吗？那我们说，下要不要讲我？快问快答 ，Action！ 啊、哦，好不好？好。要快问快答、哦。快问快答，我问 吗？还是你问？我问好了。好。好了没？等下我拿手机，手机有响。要想要变少。哈哈哈哈哈。稍微再做。好了，快问快答 ，Action！ 好，第一题，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？我讲吗？嗯。朋友的女朋友介绍的。朋友的女朋友。所以这题是？怎么这么简略？对啊。要这样吗？应该你要说，你偷偷关注我很久，对不对？哦、对不对？有啦，有朋友有先介绍，可是我们，诶、欸，我一开始我没有去跟他有互动，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才有去跟他有互动的。嗯，所以你偷偷关注我，你多久了？大概就一个礼拜吧。一个礼拜算久哎。对啊。我都不知道的状态下一个礼拜。嗯。他是在他生日那一天去用即时通敲他。即时通。好古老。好像时代的眼泪。好久、喔。好。那第二题喽。你们朋友介绍之后，你们第一次的见面的印象？是怎么样？第一次见面哦，出来见面这样子。第一次见面，我先讲好了。第一次见面，我们约在那个85°C，然后我在那边等，然后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有一个男生在外面一直看我？然后想应该是他吧，对啊。然后我觉得那时候他有一点小孩子气，就是幼稚幼稚的感觉，对。小屁孩。对，就讲难听一点，就是小屁孩啦，对啊。嗯，就这样。那我看到是，就是一个看起来乖乖单纯的女生啊。嗯。对啊，然后有点胖胖的。就这样啊。我记得你好像不是讲这样子啊，你讲第一次没有感觉吗？不是说外观，我是说那种心理的那种。第一次哦、喔，就是认识新朋友、啊。嗯。对啊。就这样。应该是有觉得她很漂亮吧？为什么关注偷偷关注她？没有啊，我觉得那个是、啊、跟照片差太多了，就照片不一样，跟照片有落差，她不好意思，照片就对，对，真的是照片。好，
所以第一次就是见面之后、嗯、多久两个才在一起？认识多久开始在一起？认识多久？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好像其实两个礼拜哦。我们其实是第一次见面，还没在一起。第一次，谁会第一次见面就在一起、啊？说第一次，第一次见面吃完饭，我们是约下次再出来，可是下次再出来应该已经是一个月后了。嗯，因为他那时候去台中，在台中读大学。嗯，对啊。我们一直打电话而已。哦，没办法，因为那个啊，因为在台中啊，远距离。对啊。非常远距离。好，下一题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之前是谁追谁？在一起的时候。要决定在一起是谁追谁，男追男，男追女，男追男哦，这个你追他，就我追他。哎、欸，好简略哦。对啊，怎么那么简略？你刚不是说你忘记了？所以确定是你追他？对啊。是啦，是他追我啦。OK， 好，我们下一题，快速说出对方的五个优点，谁先？我先。一，五个，对，第一个，对我很好，第二个很体贴，第三个脾气好，第四个让我吃得很饱，第五个，生气很快就会原谅我，嗯，就这样。哦、嗯，就很单纯啊，然后他这个人就也是很乖巧、啊。对啊，然后也是勾嘴勾嘴啊，对吧、啊？然后要搞笑的时候可以啦，要幽默的时候也，欸、要感性的时候也可以啊，对吧、啊？然后还有一个是优点，长得很漂亮啊。对啊，长得，我才这样讲哎，干嘛这样子啊？对吧、啊？还有一个长得很漂亮啊。你求婚了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我们今天都没有搭婚戒拍照，我没有带，啊、好好笑。结果都忘了吗？昨晚。对，没关系了。还没啊，在筹备中。在筹备中了。对啊。好 ，OK， 然后你们蜜月有、你们结婚后有要去蜜月吗？有先想好有要去哪边吗？有，现在又想了。那个算一个地点吗？韩国跟日本吗、嗯、还有、啊、你姐夫说要去冲绳欸，对 啊日本啊，还有那个欸，还有讲话太小声了，他在窃窃私语，还有那个巴拉望，嗯，菲律宾的巴拉望，对啊，在挑了、嗯、还在挑，目前还在挑、啊、因为很多人约，很多人揪团，对啊。好，下一题，觉得对方什么时候最漂亮，然后什么时候最帅、最性感的时候？最性感的时候。最漂亮、最性感。最漂亮、最性感。他心里想，不是可以讲吗？运动吧，我觉得运动的时候，对啊。运动劳动关系重吗？对啊，还有体态跟动作，嗯，还有去。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吧，才会比较会打扮、啊、平常是不打扮吗？嗯，怎么可能？平常就还好啊。嗯，怎么可能？乱讲。他嗯，最男生是最帅的时候，最帅的时候、嗯、就是他煮水饺的时候。但是他这捞水饺超帅的、啊、真的很帅，他可以单手这样捞水饺哎、欸。超强的，单手谁会捞？对，真的，然后就可以知道水饺有没有熟，超厉害的，真的很厉害，很强，真的很强，超帅。你可以回家拍一个那个 video， 然后可以，真的手臂那个肌肉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真的，好，用过都说好，有什么用啊？吃过都说好。好，来下一题。现在有想要跟对方说什么？现在我先吗？
虽然我们在一起八年了，就是之后还有大概二三十年要，二三十年太短了吧？大概七八十啦，所以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对。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路走来其实蛮辛苦的、因为前期爸妈反对，都要偷偷摸摸，然后就途中也是有想要放弃过了，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这样子努力过来，对吧？希望你以后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、好老婆。我姐姐，你跟大哥了，你们好感人哦，怎么那么会讲？拿卫生纸给。这本来想说要放最后一题了，对，真的太，我就说真的太好哭了。还有，这还有一个，刚刚那一题我会把它放到最后。好，真的太 over 了，我真的听到这种我就会哭，就想哭。对啊，所以他平常没有说讲这些吗？平常就会很冷漠，就是不是他会用比较。诙谐的，对，诙谐的方式，就比较不会那么感性。就说、我已经看了，你为什么没有哭一下？有啊，他哽咽了。你没看我看手表吗？因为我要把注意力转移，我就那个情绪就会压住了。好，我知道你们平常很无聊，在家的时候很幼稚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今天有讲，你们会玩什么？在家会玩什么小游戏？起鸡吗？起鸡那个不算，那不算小游戏。没有那个还好，那个无聊的小游戏，就是那个，就拿椅子在那边画桌子。没有了，那个不算是、无聊的小游戏哦。就别人看会觉得你们两个超幼稚。现在想不到。很多对不对？多应该蛮幼稚的。没有，想不出来。对啊，真的突然间想不出来。像有人说都会放屁给对方闻之类的。哦，有啊。就是对你来说是正常，我是幼稚。会、是正常的。会把他抓过来，然后要放屁啊。是把他人抓到我后面，然后我就直接这样放屁。没有，我想到一个了。他会对着我的脖子吹气，因为我很会起鸡皮疙瘩，然后他就看我的大腿到小腿的鸡皮疙瘩，他就觉得很过瘾。哦，有啦，会打嗝给他闻了。对，会打嗝，他会吃完饭之后打嗝给我闻，好可怕。应该几次之后你就会对，所以他这样子准备转过来的时候，我就闭气，我就知道了。对，就是很无聊的小游戏。也不算游戏，是折磨我啦。对，是折磨我的游戏。那你没有折磨他吗？有吗？有啊，打电专心打电脑的时候会这边一直乱我。就是比如说亲亲啊，抱抱啊，然后帮他绑辫子啊，然后或者是之前还帮他化女装，就是化就是整个化妆化全妆，然后不然就是捏捏他的耳朵啊，到处摸到处摸这样子啊，对啊。就只有这样子，是有化妆照片吗？我回家找一下。然后绑那个、绑马尾，绑那个三太子那个一只绑辫子那个，还帮他绑那个麻花辫，绑女生的麻花辫，对啊，就大概就这些。突然觉得很好娘。好 ，OK， 差不多了，那你还要做一个 Andy。有什么 ending 可以做？需要吗？不然就是用那个刚刚那个做 ending。好，可以。